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mall and Fantasy 讲小 M 的实况。今天我们要来继续介绍 The Hive 这款国外的 server 伺服器。那今天呢，我要介绍游戏呢是这一款。哎呀，撞壁，非常不自然的开场白。好，那没错，我们今天来玩的是 Block Party。然后这一个游戏的玩法真的非常的有趣，然后导致于就是我玩到已经停不下来了，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去介绍吧。应该是 Block Party 石头派对嘛。然后一进来的时候也是看到好多好多个，就是地上好多个彩色羊毛，还有很多大游戏厅里面也很多人在等。那其实这款游戏呢，在这里面也算是蛮受欢迎的一款，它是算新游戏。那如果你找不到这款游戏的话呢，也是一样按罗盘点右键。然后这个唱片 New Block Party 它是新的游戏大厅，所以你就点下来，点下这个，然后你就会传到游戏大厅里面喽。好，一样的是，我们也是要找那个蜡笔游戏的大厅进去。然后这一个还蛮有趣的，当然我再进去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找一下有没有等这个好了，等这个 BP 11，然后进去看看。对，那边也很多人，隔壁那厅也很多人嘞。隔壁那厅好像是生存游戏，这我下一集会跟大家介绍。好的，我们进来的那个 Block Party 的那个游戏厅里面，然后大家会看到就是里面是我们比赛的场地，然后旁边呢就是像是那种音律的浮动这样子在跳动。然后呢，现在我们手上呢第二个你会看到一个火焰球。是火焰球还是熔岩球啊？就是一个球，然后你选它，它就写说 vote for a zone， 然后你点右键之后就会看到这边超多个彩色方块，然后你就可以点一首歌，比如说我们现在选第一首好了。但是呢，选歌之前呢，玩这款 Block Party 之前，你要先连接到一个网页，然后呢，你就会连接到这一个玩这个游戏之前，你要先连接到这个网站，就是如果你想要听它的背景音乐的话，那这个的那个网址我会附述在那个影片叙述的下方，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就是连进来看看。然后连进来之后呢，首先你要看你有没有连接成功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它会写说 Welcome to Block Party， 然后这边是你的账号名字，然后呢，这边就会有那个它就会说 Please join a Block Party。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加入嘛，所以他就没有那个歌曲的选择。但是你要加入那个 Block Party 之前，你先开启这个网页，然后进去之后呢，再点那个熔岩球，然后选择音乐之后呢，它这边就会出现咯。然后这边是可以调你的那个音量，就是背景音乐的音量。然后这个很神奇，就是它会显示出你现在正在玩的这场游戏手上拿那个方块的颜色。所以如果你要听背景音乐的话，你一定要打开这一个网页这样子。那网页的网址我会附述在影片叙述的下方，然后大家再去点阅这样子。好的，连接到网页之后呢，就是等到我们，然后再加上你选择的歌曲，你就会在游戏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听到那首歌咯。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听看看。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那个游戏倒数时间然后小 M 这边教大家一个小 paper， 就是因为它下面等下会有很多方块，等下玩过一次玩法之后，大家其实都比较明了一点。但是我就是建议大家按 F 调第二个视角，你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调第二个视角咯。倒数了，倒数咯，倒数开始咯，6 5 4 3 2 1。OK，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赶快，然后手上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色方块，你就要赶快地上有这些白色方块，你就要赶快站在白色方块里面，然后没有站到的人理所当然的就是会被雷击劈到场外去咯。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玩法像我们是拿到紫色的，然后这个游戏有贴心，就是说你可以放，然后对比一下颜色是不是相同，因为它有时候颜色会相近，你站的不一定的颜色你就会掉出去哦。像这个蓝色跟那个莱姆绿就非常相近，看这个蓝色跟莱姆绿就非常相近，所以切记不要站错了，回来。你看吧，像他那样子就是站错的意思，然后就是被劈到场外去了。然后背景音乐就响起来了，大家有没有听到？非常嗨的背景音乐。
哦，好多人都掉出去了。我觉得这一个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在这里玩的超久哦，是红色。然后像当然的就是躲到最后面的第剩下最后的哦，剩下最后面的那一个人就是玩家，就是赢家咯。哦，咖啡色那个这个，对的，这个咖啡色。所以这就是小燕为什么我要叫大家就是调这个视角的缘故，因为你比较容易清楚看到你是站在哪一个方块上。绿色，哦，这个。哦，你好啊，你好啊，哎，你的声音好可爱哦。哦，这里，紫色，紫色会藏在最边边啊。我们要遗失的三名挑战者，然后这个啊，这个有时候要小心，切记不要去点它，因为有时候效果不一定。像之前我点的时候，它是失明的效果，就是你的视野会变超短的。那个时候我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哦，紫色，啊、这块。现在我们场上只剩四名参赛者咯，哦，这地图实在是好滑哦。哦，这个应该是这个没错。很好，大家都没有掉出去。然后右边可以看得到你们现在的晋升的 level 等级。啊，来不及过去。哎、欸、我赢了耶。我赢了。我居然最后就第一名，最后一个死掉。然后这款游戏还蛮有趣的，就是说，比如说大家一起掉下去的话，他会取最后一个掉落在地面的人，然后成为第一名。所以我刚刚是最后一个掉下去的。好了，那我们再玩一次吧。就这个游戏还蛮短暂的，但是你可以玩很久。哎，看，哎，16这个。好的，还是一样，我们去选一首歌吧。我们选第二首好了，《In Time》。也是一样，要连接到那个哦，连接到网页，你才可以在玩游戏的时候听到你的歌曲。好吧，那我们就是也一样，等一下那个waiting 的时间，等待时间吧。哦，好的，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倒数了，我们等一下要进去游戏里面咯。希望我这次还是可以撑到第一名。OK， 好 ，Run 啊，橘色。哦，这次没有掉下去。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努力了。这什么啊？这个啊，不是，等一下，在这块。哦，来不及站到这边，就是只能掉下去了，掉到出场外喽。哎，这是灰色。刚才卡在中间掉下去。但是哦，等一下，紫色，等一下，这最后那个，哦，好危险！我刚差点，哦，一下子瞬间扫了好多人。你看，有时候颜色太相近就会分不出来，所以大家玩这款游戏要小心一点，要注意分一下颜色。哦哦，剩下三个人喽，然后现在是等级四。哦，这个没错。突然有一阵安静的感觉。OK，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灰色这个。OK， 哦，这什么？啊，我站错格了。好啦，我站错格了，那我们看一下最后赢家是谁吧。是，有时候你看错颜色的时候，就会有一点那个啊。他现在那个是破土的状态，所以大家没有看到他站在方块上，其实他是站在上面。哦，然后这个到后面关卡越高的时候，他提醒的音效会越来越低。本来是说有三个音阶提醒，到最后他可能会变两个，然后再来是一个这样子。哦，我们现在就是看现在场上有两个人。然后现在就变两个提醒音阶咯，现在已经变两个提醒音阶了，就等级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等级7了。哦，两个都还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画地图来讲说会比较容易找到方块啦，有的时候那个方块可能离你太远，所以有一大片就很难赶得过去。
我现在是橘色。哦哦，好，我们第一名的优胜者产生咯，恭喜他。啊，放烟火进度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好的，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Live Server 的第二款游戏大厅介绍就是看一下，有点忘记他名字，马上就忘了。我们第二个介绍是 Block Party 那个方块派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这个游戏厅玩看看。因为这游戏厅你可以就是短暂玩，但是可以玩很多次，而且还蛮有趣的。我现在就是已经玩到我的那个金钱已经1500了，就因为一直玩这个，真是太好玩了。好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就是左下角有那个喜欢跟订阅。现在应该换位置了吧，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就帮我按一下订阅跟喜欢，然后分享出去或按赞都可以哦。然后有 IM 问我，就说如果在里面游戏里面遇到我，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玩？可以啊，当然是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要能遇得到我再说吧，因为这个游戏实在太多种类，然后分类也太多厅了，所以如果要遇到我的话，真的是难上加难，等于大海里捞针一样。那如果有机会遇到我的话，你就要跟我说嗨你好，你就说嗨，你就打嗨 small n 什么的 I'm your IM 之类的，比如说打 IM 就知道哦原来是 IM 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伺服器介绍就到这边咯，那之后我会持续介绍一些其他的游戏大厅这样子。那如果有其他就是想要跟我推荐的国外伺服器也可以就是留言给我哦。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